皇后信女女的拜宴宴请来了很多圈中朋友，新婚没多久的王长卿就拖埋太太 Peggy 一起出席，人家女都生了，那你们什么时候才生小朋友啊？最近大计啊，因为我三月份还要再拜一次酒的，我在香港，我在香港拜，可能他不是那么方便，到时候可能生完一起拜咯，那他也想去漂亮漂亮穿着婚纱嘛。他还透露多得老友高君贤拉红线才认识到老婆，之后他会记得封大利是给人家的。